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好早。今日啊，十一月七日，又是咱全民念佛。全民念佛的目的，是来祈求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，只有全民来念佛，佛就是智慧。是爱，爱心、慈悲，还有和谐的心，这是佛。全民来念咱的智慧，就是有包容，咱的爱心，咱的慈悲，所以等等呢，天下才会太平。全民来念佛，会记哩，咱是对天上世界。来到世间投胎，照着咱这个有形的身体，来互相提升咱心灵的境界，来创造和谐的世间社会。所以王禅老祖道家书房开始了，咱爱全民来念佛。提倡全民念佛，当咱发生到烦恼的代志发生的时候，咱爱把烦恼归依，或者南无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把烦恼归依阿弥陀佛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习惯养好成，你自自然然，你的贵人会作多，烦恼会解除。所以宗教家、修行家所悟到的，一直一直在给咱开示，用各种的方法鼓励咱念佛。叫咱念佛，有个人讲：“哎呦，甲咱念佛念后生，现在我马上三点半啦。三点半是你家己过去所做的无智慧的果，这果呢，你就以你家己的方式来行，才会三点半。”但是你要种较好的因，好的种子要种落，三点半你就一直照去啊啦。所以咱有信徒来问我安尼，我你紧嘞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，欲钱借钱该借的借，该行爱行。
阿弥陀佛是良心，咱来念家己的良心。啊，过去那歹习惯少少的，要傲慢的，足济的社会足济这种的啊。所以，咱信徒，啊，师父你唔都是讲我咧吼，我嘛唔知你较早有傲慢。哦，你有傲慢，然后这么才袂，你这么才袂损失。所以爱反省忏悔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重新忏悔，重新做一个良心的人。啊，所以咱就有信徒先生。哦，这么简单哦，安尼尔咯。我咧安尼等连续半年看咧，用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再时起来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用的时间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都万谈无路用。工课该做就做，该偷路该拍拼拍拼。半年后你就过来找我，结果还未半年啊，才三个月，啊，就过来找我。我老师啊，师傅啊，我看你都不是佛教徒啊呐，啊，你安尼干呐叫人念佛啊？我佛都无分佛教甲不佛教，什么教？佛都是智慧的人、良心的人，或者佛啦。有爱心的人，或者是佛啦。和谐的人，或者佛啦。哦，咱在怀念每个人良心，弄爱心、慈悲心。啊，所以安尼咧，你的人生你会改善。哈哈，所以，伊讲我安尼了咧。朋友足讨厌我，啊，我就变成好朋友。啊，我袂顺失的咧，贵人就足些。哎呦，我即摆的债务拢解决掉啊，事业解决掉啊，迄个袂顺失拢解决啦。所以我才发现念佛的功德，我才鼓励我的朋友用来念佛。但是有的朋友唔相信。唔相信是伊个代志，因为你过去对人有所失礼啊，所以你要叫人念佛，人未相信你啊。马紧，你继续拍拼啊！过去怎了？朋友看你表现了，自自然然呢，啊，就会教你念佛。所以，往前多做慈悲，教人遮济遮济好个妙法。所以天下要太平，不是无可能，是有可能。啊，只要咱大家共同时时刻刻拢来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力量一致，天下都太平了啦。万灵归心，三皈依即闻。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当下此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
生。理解大道，化无上心，拜！
尽色。向好光明无等伦，来好反转无虚迷，看不澄清是大海，光中化我无是意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咸宁灯彼岸，
色。向好光明无等伦，还好安转不虚名，甘露澄清四福大海，光中化火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，向好光明无等伦，还好安转不虚名，甘露澄清四福大海，光中化火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